品康科技微信公众号看资讯拿酷品等你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软妹，欢迎观看 PK 大事件。除了小米 Mix 二代，想必米粉们期待的另一款机型就是小米六了。目前有消息称，雷军最快将于四月上旬发布小米六，一同发布的还有小米平板三。据爆料，小米六将在国内首发骁龙835 5.15 英寸 OLED 全高清屏幕，运行米 U8 系统，还将搭载双摄像头，外媒显示售价299美元起。另外有消息显示，小米六还将采用远距离无线充电技术。距离上一代小米平板二发布已经过去一年半了。雷布斯再不来点动作，似乎有点说不过去。现在有微博网友晒出一张疑似小米平板三后盖谍照，并称新品将主打多彩的金属后壳，预计会和小米六一同发布。据爆料，小米平板将有7.9英寸和9.7英寸两个版本。小米平板三采用联发科 MT8176 处理器，运行安卓7.0系统，提供4+64和128GB 两种内存组合，售价分别是1299元和1599元。小米平板三 Pro 将搭载英特尔 Z8750 处理器。同样提供4+64和128两种内存组合，运行 Win10 系统，售价分别是1699元和1999元。各位小伙伴更期待小米六还是小米平板三呢？好了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，欢迎大家微信搜索关注品康科技，参与最新酷品派送活动，了解最新资讯。我们下期再见喽！